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来分享一下面前这三颗兰花，两颗蝴蝶兰和一颗加多利亚兰迷你型的。这两颗蝴蝶兰呢，两颗都是第二次来花，这两颗都是我年初的时候买的。这一颗红色花朵这一颗呢，当时我买的时候它也是一条花梗，有三个那个侧花梗，当时的花比现在多一些，等它开完花以后呢，我把那个花梗剪掉以后，后面它又慢慢长出来，但是这次呢就长了两个那个侧花梗。花朵呢，数量也没有第一次买回来的那么多。我在离开家的时候呢，就开了一朵，这一朵，这一个是我离开家以后再开的。这一个呢，也是年初买的，当时买回来的时候，这个是两只花杆，开完花以后呢，我把它两个花杆剪掉以后，这次来的话呢，就只长了一条花杆出来。然后花的数量也比以前少了，比第一次我买回来的时候少了两三朵。我离开家的时候呢，有三个花苞，当时这个是花苞，这个是花苞，这里一个花苞，当时这个花苞还比较小。我走了以后，在他在家里的这一朵就，可能是我快回来的时候吧，开了。这一朵是我回来以后再开的，这一朵呢就快打开了。我亲戚来跟我照看花花的时候，他照相给我，他说这两颗，好漂亮啊，在家里，我说，好普通哎，这真的是很普通的一些蝴蝶兰，就是人有的时候呢，时间段不一样，对花花的喜欢，也不一样，是吧？我把他们两个呢，两颗呢，煮到一个盆里面。这样子呢，因为我的水苔都是比较少的，这样子两颗煮在里面呢比较好照顾。那泡水泡完了以后，把里面的水倒掉就行了，因为这个盆这个是没有孔的，照顾起来比较方便。虽然它们两个的颜色不搭，但是方便照顾了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呢，就有点长，等一下我先找一个比它短一点的嘛，实在没有就把它剪掉。我暂时这样子固定一下，如果不固定的话，它就会往前面，会往前面哈。之前呢就固定了半截，没有固定它，自己的家里就随便它那样走吧，稍微固定一下就行。但是现在要把它弄在一个盆里面，就上面也要固定。所以呢，刚才这个芊芊太长了，等下找个合适的给它吧。实在找不到合适的，就在这里剪掉这一节。还有这颗迷你的加多利亚兰，这个迷你的加多利亚兰呢，它的味道是，我非常喜欢的，它的花色我也比较喜欢，它的花色是白色和紫色这样子的，非常漂亮。这个呢，我当时买的时候买了两颗，买回来的现在也是第二次来花，买回来的时候这两个球茎它是有带着花的，一个花是一个。是开着两朵，一个开着三朵，一共买的时候是五朵花，然后它的花卸掉以后呢，我就把花梗从这里剪掉了，把它两个剪掉了。这个呢，我在走的时候离开家出去旅行的时候呢，它两个还是花苞，因为我知道它花是什么样子，所以呢，我也不是很特别的想着它们，最想着的是另外两颗了，之前有分享哈。他这次来花呢，就来了，就一个花杆上面来了两朵花啊，就一个那个球茎上面开了两朵花。这条柱签呢，如果我不这样子插在这里的话，它就会散开来，然后呢，这个花开了有重量，我怕它会断掉，然后有的时候我会碰到它，所以呢，就用插了一个柱签。它这个叶口还很好插耶，插上去这样子固定了它。买回来的时候呢，它的叶口状态很好，我也没有跟它换，所以用到现在它的状态也很好。当时买回来的时候呢，以前呢它的这个
根呢很长，我放不去这个套盆里面，别的套盆也太大了，也不合适，然后把它给剪掉了。它目前的根呢，之前呢长了两条，现在呢没长根，看上去呢它的那些根呢好像比较老的那一种哈，之前有长两条根出来，非常的香。这种迷你的加多利亚兰呢，我买两盆好过买一盆那个大型的嘛，我还有一盆拿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一盆呢它有三朵花，三朵花呢这一朵呢是最先开的，我在出门的时候它就开始在打开，还没有完全打开来这一朵，现在看这个样子有点准备要过两天可能会卸掉吧，这些地方就开始有点老了，有点旧了，有点残了。这个呢就开着三朵花，这一个呢它当时开花的时候是有三个那个花呢，三个那个三个花梗有三个花梗，这个呢看上去比较旧一点，也没有新芽长出来旁边这个呢还有新芽长出来，这里有新芽，对过去那边还有一个新芽，这个呢状态更好一些，所以拿去送给我的一个亲戚，感谢他帮我看照看我的花，也当圣诞礼物这样把这三颗送给他们。做了这个视频分享以后，这三颗花就不属于我了，我属于它的新主人，所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